宋先生，这次合作之后能不能继续合作，也应该有答案了吧？啊，是，是。静候佳音。那告辞了，告辞。阿爸，莲娜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的女红都绣好了吗？赵德柱下山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的女红都绣完了吗？他是我丈夫，他下山了，到头来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燕娜公主，赵德柱现在还没有娶你，你还不能叫他丈夫吧？我说是就是，哪来那么多礼数？燕娜，你怎么跟季妈说话？那赵德柱下山干什么去了？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？赵德柱跟王先生的哥哥一起下山了，听说山下来了个神医，给赵德柱治病去了。王红英的哥哥？嗯。那王红英呢？一起下山了。阿爸，你怎么能让他们一起下山呢？有什么不行吗？啊，行。叶娜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姐夫下山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只知道英子姐下山了，不知道我姐夫下山了。他和那个狐狸精一起私奔了。私奔了？哎，看来他们是不会回来了。英子姐，肯定是生我气了。哎呦，他们这是早就算计好了的。看来英子姐真是不会回来了。我说你姐夫呢？没事，我姐夫，他会保护好英子姐的，你放心，阿姐。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！这么练真的能行吗？大小姐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我的路你也敢拦？让开！不敢不敢，大小姐。这，大小姐，你是说想让我帮助土匪攻打共产党？佐藤君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这样我们不全暴露了吗？你们先听我说，根本就不是真打，就是去比划比划。那帮村野之人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打仗。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以后就别想混粮食了。八哥，我们奉天皇之命在这里看守物资，还有这里的宝藏，这么长时间下来就是为了不让人发现。现在你竟然让我们出去送死，说你是不是叛变了？叛变？你居然怀疑我叛变？我这么辛苦的来回周旋，就是为了大家能活着出去。我要是叛变的话，为什么把你从牢里救出来？你说。我是不太相信你会叛变的，但你最近的行为太让人怀疑。现在竟然让我们出去帮土匪打共产党。是啊，佐藤君，我们蛰伏在这里就是为了和大日本帝国的皇军会合，才不贸然行动的。如果现在出去被发现了怎么办？要不是为了抓住那个赵德柱，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。赵德柱？佐藤君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只要抓住这个赵德柱，我们就会和大部队联系上。佐藤君，好，这件事你去办吧。这件事我是这么打算的，你们先给我一些人，再给我几条枪，我们利用土匪进去吸引共产党的主要火力，然后我进村直接把赵德柱抓来就行了。还是佐藤君考虑周全。你看他们的样子，你感觉能行吗？没关系，他们只负责正面牵制，到时候我们的人随便放几枪就行了。我们应该保存实力。共产党的护村队伍坚固，没什么实力，跟小孩子打架一样，到时候只需要我们迅猛的穿插一点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们就把赵德柱给抓了。跟他们讲千万不要开口讲话，一张嘴可就暴露了。嗨，你们都不要说话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哎呀，你吓死我了。你叫他们不要说话，说话就暴露了。你们俩说什么呢？我说一会儿见到共产党，让他们狠狠的打。哦，太好了。你就带这么几个人，够吗？我们的人都是训练有素的，
对付赵王村那几个共产党，这几个人就够了。哦，你跟他们说啊，好好的打，打赢了我请他们喝酒吃肉。嗯，好。跟他们讲，一会儿先让土匪上。哎，出发！哎，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了我们先出发，先在村子边占领阵地吗？哎呀，一起吧，一起吧！什么一起吧？你们负责的是正面牵制，随便在村口放几枪就行了。哎，行，听你的。什么叫听我的？我们一切得按计划行事。你再把计划说一遍，跟大家说。九师长，赵王村，先放火，再开枪。到时候抓到赵德柱，我们在山口集合。哎呀，知道了，你走吧。小队，立正，出发。向后转，起步走。太好了，一会儿跟着我啊，悄无声息的在后边走啊，听见没有？不知道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。大哥，哎，咱真听那日本人说的，在这傻等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大哥现在可是没主意的很啊！你懂个屁！我早去一会儿怎么了？先到先得，懂不懂？管不了他那么多，把马牵过来，出发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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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子要做玲珑山的女婿，驾！给我追！跟上！大杨，你给上级领导做个汇报，让他们查一下这玲珑山上的日本人是哪个部队，有多少人。是。德柱、红英，你们也准备一下，明天就上山吧。哎，政委，能不能让小钉子他们帮我啊？我和小钉子，我们是从小在山上逮野猪长大的。这玲珑山上哪个鸟窝最大，他们都知道。可以啊，那就把赵王村的护村队交给你指挥。好，谢谢政委。啊。柱子，关键时刻没掉链子，干得好。就是不知道钉子他们愿不愿意。没问题，小钉子他们觉悟比你高，肯定会答应的。那我找他们去。嗯，我一会儿去找我爹。走。三，走！别吐了啊！走。三，上！有！出！有！走！四，小钉子，一，是我，四，叫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二，快，哎，收，臭小子，三，四，收，你打算一辈子都不理你柱子哥是不是？臭小子，哎，要实力，柱子哥，是你当了驸马爷，看不上我了？胡说八道，你柱子哥我是这种人吗？我今儿来。就是请你们跟我一块儿上山，知道吗？上山，柱子哥，我们没听错吧？你让我们跟那帮人一起？没听错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山上可藏着日本人呢。为了不让他们危害乡里，是啊，所以你们大家得跟我一块儿把日本人找出来。日本人？怎么会有日本人？他们不是早就投降了吗？柱子哥，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瞅你那熊样！有本事你一辈子别理我呀！当然是真的了，不信你们去问政委去吧。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山里啊藏着一波日本人，
政委让我发动你们和玲珑山的兄弟们一起把日本人给找出来。兄弟们，去找日本人，我们需要发动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那我们能不能输给玲珑山的兄弟们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哎，你们听见有枪响了吗？没有啊，哪有啊？我就听见你肚子咕咕叫了。好，训练，训练，训练。啊，训练，训练，训练啊！我真听见有枪响了。哎，哎，预备，墩子，你听见了吗？刺，收，提高，抓紧，还有砍去腿，加，加。这是赵王村吗？是啊。村里有个罩得住吗？有的。他家在哪儿？在前面不远。青菜喽，卖包子。青菜，小伙，新鲜热乎的包子，来看一看。跑什么呀？我没跑啊。你离开玲珑山，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？我看病来了。刘大夫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神医刘大夫啊。刘大夫，我的药方怎么样了？我这病还有治吗？这位是玲珑山的叶娜公主，啊，你好。来，喝点水。你这个病啊，它不好治啊，是吧？啊？什么？不过说简单也简单。怎么个简单法？这既然生病了，就得找到病根儿。病根儿？病根儿就让驴给踢了。这个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。哎，简单你就好好说，哪有你这样的大夫吞吞吐吐的？对了，这被驴踢了，就该多吃驴肉。吃驴肉？对对对，吃驴肉，吃驴肉就好。吃驴肉，多吃驴肉，吃驴肉。啊，多吃驴肉，是吧？多谢，跟我走吧。哎，用不了这么多，我都给过钱了。走吧。干嘛呀？我那驴还没买呢。你们村子有多少驴啊？我都买了。哎，不着急，既然来了，那就坐下来，咱们好好聊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我又没病。走吧。
那驴我还没买呢，那驴可是要啊。驴在哪儿？那我得挨家挨户牵去吧。啊，那个我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等我买完驴我就上山去。啊，再说了，大夫都说了，我得观察一段时间吧。对对对对。观察个屁呀！那个胡彪又来找你了。啊！我刚才下山的时候看见胡彪了，他还朝我开了一枪呢。土匪来了！怎么回事？快跑啊！土匪来了！快跑啊！好像在集合。难道共产党知道我们要来吗？一定是胡彪这个笨驴，这个蠢货！土匪来了！土匪来了！乡亲们，快回去！那我们还行动吗？再观察观察。行行行行行，乡亲们，我们跑吧，土匪来了！太棒了，终于出来了！兄弟们，都给我沉住气，听见没有？干什么呢你？起兵！这个蠢货居然在大白天的，说好的天黑以后进村，这怎么办？准备上，想做就做，兄弟们准备，走！无组织无纪律，你现在赶快下这儿！枪声从那边传过来的，他现在已经危险，我得救他。小钉子，小钉子！你小子，给我回来！别跑，再给我回来！回来！大哥，咱也跑吧！刚才那不是宋神医吗？朝我们开枪！是日本人，日本人！哎呀，没时间跟你解释，快点逃命吧！他怎么能是日本人呢？快跑吧！哎，这边！哎，啊，这里！快进去！快点！楠楠，那边，走，走。这是你家？哦，对。赵德柱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说那个宋氏才是日本人呢？大小姐，你还记得玲珑山上关着的那个奸细吗？那个共产党的奸细？他不是共产党的奸细，他是日本人。啊，也是宋氏才把他给救走的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怎么审他，他都不说话。我听说抓了个共产党，共产党杀了我全家，我跟他们无共戴天。你怎么这么说？就这么说，是，还真是。是什么呀？他根本就不会说中国话，他开什么口啊？你阿爸一直把那人当成共产党了，所以对共产党就耿耿于怀。本来想跟共产党合作呢，结果这个宋世才还真能装。回去我就跟阿爸说，让他把这个宋世才给剁了。宋世才躲在玲珑山上，可不仅仅是为了救这个人，救这个人只是巧合。他躲在玲珑山上，酝酿着一个更大的阴谋。阴谋？什么阴谋？我就不信了，凭他一个小小的日本人，他能怎么样？不只是他一个人，刚才追你们的日本兵，就凭那几个人，我今天是没带兵出来，我们玲珑山的兵也不是吃素的。哎呀，得了吧，人家有大枪大炮。
你们玲珑山有吗？啊，就上次劫胡彪的那个大机枪，都是日本人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就让几个日本人吓得不敢出门了。哎，不是啊，大小姐说的没错，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。但是现在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把这些日本人都找出来。胡彪跟宋世才同时出现，说明他们已经联合了。如果这山里面真的藏有物资，落到胡彪手里，那不是大麻烦吗？这好办，明天上山我就跟阿爸说，让他带着兵一起找。我就不信了，玲珑山就算再大，我也要把他们给揪出来。小雷准备。有情况。停！柱子哥，快跑！快跑啊！是小钉子，不能让小钉子一个人在外面，我得去救他。不能去！走！出去就是白叫。小雷，走！他叫我大哥，我不能让他白叫，我得救他。行，柱子。冷静点，不能出去。好样的，兄弟，单枪匹马的来救赵德柱，可惜你的枪老了点。该死的小鬼子，你们终于出现了，可找了你们好久了。我知道赵德柱就在里头，只要你叫他出来，乖乖的投降，再把偷我们的天线还给我们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呸！谁偷你们天线了？你们跑到我们这里来撒野，还敢说我们是贼？强盗就是强盗，想让我投降，你脑子被狗吃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识相的赶紧滚出我们赵王村，等护村队的来了，叫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柱子，不能去，你冷静点。赵德柱，你也看见了啊，不是我手下不留情，是你这兄弟太不识抬举了。你是让我给他来一枪来个痛快呀，还是让他慢慢的死啊？还没有反应是吧？你真的忍心看你兄弟的血一滴一滴的染红赵王村吗？柱子，哎呀，兄弟情也不过如此。你少在乱分，柱子哥，别管我，护村队的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。柱子，柱子，把枪给我，给我枪，给我。给我！柱子，柱子，不行！回来！狗日的！柱子哥，钉子。宋世才，柱子哥小心！钉子，小心！钉子，钉子你醒醒啊！钉子，钉子，小钉子，钉子你醒醒啊！钉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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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不是说好的放两枪就撤吗？打散了，这回又把赵德柱给惹了，还把他兄弟杀了。看着吧，赵德柱肯定跟我没完。没想到赵德柱和他兄弟火力这么猛，你不是说他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，不堪一击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怪那个胡彪，他把我丢在这里，
自己放两枪就跑了，疾跑土匪一点诚信都没有。可是那个赵德柱没有抓住，抓什么抓呀？他不把我灭了就不错了。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赵德柱的报复心有多强。快走吧，走走。小钉子，关于你入党的事情，上级已经批准，你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。钉子哥，钉子哥。三句话不离老本行，真不是家里做豆腐的啊！刘政委亲自下的命令，队长，是我。队长的时候，我们三个还合起伙来不选你。现在想想，你才是当队长的料。收起！走，小龙，走。钉子哥，你回来了。钉子哥，行了，别吼了，是钉子他刚睡着，咱给吵醒了。咱钉子不是一直念叨着想见他爹娘吗？这是好事。这回一家人团聚了，好事。钉子，我说小钉子，别着急啊，哥几个去找你啊，早晚的事儿。不过哥几个找你的时候，一定得好好收拾你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你说的，咱们要做一辈子的兄弟。是你说的，啊，咱们要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你小子说话从来都不算数，就你鬼，非得跟我们对着干，非得觉着你牛。柱子，柱子，柱子，我要把他刨出来！不要，柱子，别拦着我！给我，给我！左藤君，渡边君，走。
沈先生，有话好好说。宋神医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你们不轻举妄动，我是不会伤害他的。带路吧。走。回来了。他是谁？他是来谈条件的。条件？什么条件？他打算让我们跟他合作，一起打共产党。打共产党？你告诉他，我们大日本皇军马上就要打到这里了，将太平撤离。你赶快让他投降吧。宋神医，看来你没有跟你的兄弟说实话呀。哥几个，看看吧。什么？日本投降了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真的！我们大日本帝国怎么可能战败呢？皇军怎么可能投降呢？相信现实吧，我们战败了。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一直都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你被中国人给收买了，所以带他们来找我们。你出卖了我们大家，是不是？宋世才呀，宋世才。现在你自己带的人都已经开始不相信你了，已经把你当成叛徒了。沈先生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小野君，你也别激动。我想佐藤君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大家。为了我们大家？我不相信。就在今天，我们还像猴一样被他们耍。沈先生，有件事我想跟他们商量一下。你是该好好跟他们解释一下，但你可记好了，我没有什么耐心。说吧。这么长时间我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，就是靠大日本皇军会跟我们会合，接我们回日本的信念，我们才撑到现在的，对吗？如果我告诉你们日本战败了，你们还有信念撑下去吗？芥川君，你说。渡边君，你说。小野君，你说呢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我不想这么苟且的活着。好，佐藤君，我们坐下来商量。佐藤君，这个女人需要什么条件？她的条件是让我们跟胡彪合作，但是要听她的命令。好处呢？好处就是她可以带我们回日本。回日本？大家什么意见？誓死不从，绝不背叛日本帝国。不，我想如果能够回到日本，忍耐一时也是值得的。我们怎么能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牵着鼻子走，把她杀了？你想干什么？现在只有她能带我们回去，杀了她怎么走？大不了玉身俱焚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这我说了算。佐藤君，你什么意见？这个女的我在玲珑山的时候见过几次，当时他跟王红英教一帮小孩子读书识字，这次见他就是在刺猬里，但是好像他被共产党发现了，跟胡彪也不是一条心。那你觉得龙次怎么样？这龙次可不是一般的人。红二军，你见识过他的手段，胡彪曾要跟龙次合作，一起攻打共产党，他没有点头。红
后来那共产党想跟他合作，他还是没有理会。山下有个共产党，山上有个玲珑山，刺猬岭又有个胡彪。胡彪想跟我们合作，好，那我们就利用他们的复杂关系来牵制他们。怎么牵制？我们先假装跟胡彪合作，至于这个女人还有用，等我们合作久了，选择合适的机会逃跑。看来你只能这样了。宋神医，你们商量好了吧？我们商量好了，决定跟你合作。阿姐，我姐夫怎么了？因为他兄弟。都坐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把他叫过来。哎，你别去了，我刚才劝半天他都没理我，你去也一样。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。我怎么没听到？没听到你慌什么呀？我有慌吗？我慌了吗？知道不知道？谁说了算？柱子哥，别管我，火盾队马上就要打过来了。丈人爹，啊不，龙子大人，这俗话说得好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。这胡彪根本就没有把您放在眼里啊！我下山一次，他就劫我一次。他明是冲我来的，其实是冲您去的。一个女婿半个儿啊，这枪子打到我身上，其实是打到您的心里去了。您心里能不疼吗？您说是不是？柱子，怎么，你中枪了？不，我就是打个比方。这枪子还没打到我身上，您就这么心疼了？如果这枪子真打到我身上了，你不更心疼了吗？这胡彪就是拿刀挖您心头的肉啊！胡彪这小子一刀一刀又一